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学一学第15单元"生活处处有惊喜"课文，上天送来的小彩虹的生字。盼，盼的笔画是11画，部首是提手旁。探看。探看的意思是查视或者是查看，explore, visit or look about。词语搭配，探看病人，仔细探看，用心探看。探看的近义词是查看。停。停的笔画是九画。部首是六字头。亭子，亭子是指花园、公园或娱乐场所，供游乐或休息的小建筑，有时为装饰性的 pavilion or goret。镇，镇的笔画是七画，部首是言字旁。证明。证明是指根据可靠的证据来表明 ，proof, certificate。证明的近义词是证实。黄，黄的笔画是11画，部首是言字旁。说谎，说谎是指故意说假话 ，lie。说谎的近义词是撒谎。说谎的反义词是诚实。棒，棒的笔画是12画，部首是木字旁。棒，棒是指好，或者是水平高 ，excellent or fine。羊，羊的笔画是6画，部首是提手旁。飞扬，飞扬是指飞舞或者是飘扬。Rise or flight upward。词语搭配：尘土飞扬、神采飞扬。神采飞扬是指脸上的神态焕发有神，彩旗飞扬。振，正的笔画是16画，部首是贝字旁。赠送，赠送呢是指把东西无代价的送给别人 ，give something as a gift。词语搭配，赠送礼品，随物赠送，无条件赠送，无条件呢是 unconditional， 没有条件的赠送。赠送的近义词是奉送。赠送的反义词是索取。要，要的笔画是20画，部首是小字头。耀眼，耀眼是指光线很强烈，很刺眼 ，shine or dazzle。词语搭配，耀眼夺目，耀眼夺目是指光线或色彩亮得让人不能直视，光芒耀眼，阳光耀眼。耀眼的反义词是暗淡。
暗淡呢是指光线昏暗，色泽不鲜艳。我们来读一点，读今天所学的所有生字新词：探看、停止、证明、说谎、飞扬、赠送、耀眼、棒。写完生字后，请同学们拿出你们的针管，我们来做一做词语填充。我从外国买了一个纪念品给周老师。第二题，他默默地坐在里等候妈妈来载他回家。第三题，阳光照耀着湖水，水面上的微小波浪反射着的光芒。第四题，因为他常常，所以同学们都不再相信他了。小强为了自己是清白的，他让班长搜查他的书包。姐姐真，她参加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得了第一名。屋外传来一声巨响，爸爸立即走到现场去。情况，最近天气干旱，沙地上尘土，我们不要在那儿玩耍。好，同学们，请你们准时完成你们的功课哦，拜拜。